看呢。看看这么密，几个字而已，你说背一下好不好？专业媒体案件和大尺寸意料准备。好，我上过了。全套都是传作弊，来给你耳机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恭喜。那再来拿到更难一点的，也是一样按那个键盘好了。问一下那个键盘有哪些种？不要举出任何一个。我问这个真的也不难呀。真的不难吗？用全部来看一下。那我问，那个键盘有几颗？帅死你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键盘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可以快速的调节一个东西。心情？请问是不是？请问是什么呢？调节。举那么快，旁边还有一个人打 pass。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家买的。音量。是的，快速调节音量，谢谢，恭喜你。恭喜。先吹这个有听清吗？有啊，好，哎，恭喜恭喜。对，我们这次那个阿罗引力的键盘有没有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拿不太起来啊，这边有一个这个轴，它可以直接这样快速的调音量，真的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，我在用这键盘的时候，我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旁边没有音量吧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我录掉之后想说为什么电脑没声音？会不会是去角质的？就是。可以快速的调节啊，所以如果在家里看个什么这样子，啊，一开门有没有就丢掉这样，以为自己儿子玩的。来，这个给你哦，来慢慢听一下，我们现在手都有试没？你下次跟我工作，你可以先不要喝酒。直接打开，直接撕开啊！很轻哎，直接撕开。打开，直接打开。你要开多久？不是，我是你确定他把撕开的？就是他不粘着的吗？这样公布本名的吗？哦。来，毛巾。哎，没有运动毛巾。不错吧？这蛮大的吧？你那时候都在电话里面一直哦，我要送你一条。没有没有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是你自己说，我多送你一条毛巾，是你自己要的。那你现在可以再得到一条。好啊。那我送你那个，你还要不要？好好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好，换你啊。换我，再红。太强了吧？那这个把它放回去。哎，先用100元实钞哎。我就看你抽什么。来。给我一个数字。7、8。你看你是不是很迟疑他是不是这样开？你刚刚还在那边说我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防水手机袋。证件夹。这不是防水，我是发邮票。哎，真的很好哎，我要去游泳，什么都可以哦。真他的，真他的。那我们要活动还有两个。然后让观众来抽。对，你选一位。怎么选呢？看你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来，我们150开始竞标，150，500一次，那边喊500，那边喊200，500一次啊，500，800一次，1000一次，1000一次，2000一次，
五千一次，五千两次，五千三次，一万一万。看一下，我是不会收你们钱的。我想一下，想一下怎么抽。我用三句法。今天内裤是红色，请举手。有任何红色都可以。我喷粉是不是？一个、两个，因为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、七位。等一下要检查。等一下检查。红色的部分在裤头的。哎呀，举手，其他放下啊。三角裤的请留着。没有，有的三角裤的。没有，所以现场没有红色三角裤，对不对？只有四角，都四角，对不对？四角取回来，这样。那这个四角裤的裤头红色的哦，这个有破洞的，有破洞，很考究。不行，因为这不能检查，这不能检查。你的内裤是针织材质的，没有。举一下刚刚红色内裤头的，好，来，我数到三，然后你们就剪刀石头布随便出一个，你们这样隔空猜拳啊，那几位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位啊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了，剪刀了，剪刀留两个，绝世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变拳呐，哪国小的，哪一班的，再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先检查。哎，他刚变拳啊！我觉得上来也会有点紧张。哎，我先检查一下，可以啦。来，就战斗位置。来哦，选一个号码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先投，你要六是不是？哎，刚九跟多少？十一都被你按了，我们试试看吗？八。一个完整的人生，那里面没有打开风景窗，完整人生。来了，先好点，打开就可以了。来，一样，防水手机套，不错。来，给你，再选一个。现在换我选，是不是？昨天没洗头了，我等一下上来我闻。你自己有没有洗？没有。你几天没洗了？等一下上来的闻。你几天没洗？昨天洗的。你闻。等一下。你闻。慢一点。你闻。你转后面。直接。你转后面。后脑勺。对。我没有。屁啦！有了，不错。昨天没洗头的举手。你们为什么都不洗头？有刘海的，很容易出油，很容易被切的。
有啦，有闭嘴啊，蛮严重的。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最新的一法油哈，没有那么大的效果。那我们做个交流好不好？我先闻，然后你再闻。你要闻他的脚缝，而且他穿靴子不透气，脚缝超臭。你很烦，我没有脚臭，来我先哦。你真的没洗哦，你要闻是香的，你直接赶到最花博门口圆山捷运站二号出口，最闻。臭啊，但没有啦，但闻出来是没洗啊，可是也不臭啊。